主料，瘦肉2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香炸粉、胡椒粉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材料，猪肉切成薄片，加入适量胡椒粉，加入鸡精、盐巴抹均，倒入适量的香炸粉，把猪肉全身裹上香炸粉，热锅下大量的油烧至起泡泡，放入腌制好的猪肉，炸至酥脆，捞起控油，吃的时候用刀切成长条。烹饪技巧，热油多时需要大火，下入猪肉后要调至中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